究竟乐是永远脱离轮回，不但脱离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这是真乐，这是究竟乐。究竟乐里头有个最明显的，我们人人都有份的，就是阿弥陀佛在西方建立的极乐世界。那这是每一个人都有条件去往生的。他的条件非常简单，不要断烦恼，不要消业障，只要具足信心，相信真有西方极乐世界，相信真有阿弥陀佛，一丝毫都不怀疑。这第一个条件。第二个条件呢，真正愿意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。这第二个条件。第三个条件，认真去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你看多简单。这三个条件具足了，你决定的生。所以说这个法门呢，万修万人去。这一句话是唐朝净土宗第二代的祖师善导大师说的，万修万人去，一个都不漏掉。那么真正想去的人，你要常常想着这三个条件，真心真愿真念佛。真心决定没有疑惑，真愿那是万缘都放下了，我只有这一个愿望，就是求生净土。真行，我一天到晚就这一句佛号，除这一句佛号什么念头都没有。真行只要具足这三个条件，修多久就能往生？大概不出三年，你的问题解决了。三年、三十年，连个消息都没有，那是什么？这三个字里都出了问题，心里头有怀疑，愿里面不纯，愿意往生，但是这个地方还放不下，舍不得离开。行就是念佛，念佛有夹杂，有妄念，有夹杂，不纯。如果真正念到纯一，就不会超过三年，决定成功。自古以来就在我们眼前，例子就很多，人家做得到，我们为什么做不到？这不能不知道啊！要不知道，这一生学佛叫白学了。